小明啊，不是说那个五郎呢，他怎么像个娘们似的？你看，自从到了我们家，整天就知道围着那个锅台转，洗衣服、做饭。你说他有什么出息啊？哎，是啊，爸，我现在啊看见他都烦。你看看他，天天在家也不知道挣钱，一个月啊就两三千块钱，还不够干嘛的呢？天天啊不是扫地、擦桌子，就洗碗的。爸，你说说他，你当时啊怎么给我找了个这样的上门女婿？哎，这我怎么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啊？哎，这你跟着他能有什么好日子过？你说说吧，要不我们再观察他一段时间。哎，如果他还一直这个样，我就让你和他离婚，到时候我爸再给你找个好的。行，爸，我看呀，这样也行，就这么办吧。反正呀，我现在看见他都烦，你看看他还会干嘛呀？天天的。哎，这说的也是啊。啊，小米，这我饭做好了。饭做好了？做的什么饭啊？你看，这今天家里面啊，冰箱也没什么菜了，我就做了点面条，配了个黄瓜。你不知道我爸喜欢吃鱼啊？面条、黄瓜，那是我爸吃的吗？自己吃去吧。你看看你做的什么饭啊，现在连饭都不会做了是吧？爸，你看看他。说的也是，你明知道我不好吃面条，还做面条。我好吃鱼，跟你说啊，那面条你中午吃不完，你下午吃。现在你给我买鱼去，快点去。我爸喜欢吃跳水鱼，做跳水鱼，酸菜鱼也行，去吧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你看他那个窝囊样，看着就烦。是啊，爸，你说他天天连个做饭这都不会做，本来你吃什么他不都知道吗？这结婚几年了，现在还给你做面条，你说他是不是诚心的呀？喂，哥，你现在在干嘛呢？我在家呢。咱妈病了，你快回来一趟吧。什么？这病得严重不严重啊？就严重啊，我这钱什么都花光了。哥，你看你能不能再拿点钱？这你需要多少啊？我想办法。我需要最低也得10万啊。十万是吧？对。那好，小葵，你先别着急，这哥想办法给你找。好，我这边先跟医生说一下。好。我妈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生这么大的病？这还是找小米他们拿点钱吧。哎，爸，你看这个，笑死我了。就是。爸，小米，你们坐着玩呢。又怎么了？爸，你看，自从我来到咱们家，这任劳任怨的，每天。虽然挣钱挣得不多，但是这家里面的卫生啊什么都是我做，这做饭、洗衣服、扫地什么的都是我干。你看我来这么长时间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吧？我说这么多主要就是想说，这我妈病了，你看这咱们家能不能先借我10万块钱让我给我妈看病？多少？10万？你当我每家看一房呢？再说这你妈病了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给什么钱啊？还10万？10万块钱够干什么呀？再说了，我们家呀没那么多钱给你。爸，这钱啊我没有。神经病，什么活也不干，一个月2-3千块钱还跟我们要钱，你自己不会去挣啊？说的也是啊。哎，这长时间你为我们家做了什么贡献？挣了多少钱？还向我们要钱？你白日做梦吧！爸，
小米，我求求你们了，这要是没这个钱，这我妈的命啊就保不住了。我求求你们了，你们就帮我这一次吧。我跟你说啊，这我一分钱也不给你的。再说这个家，哎，也容不下你了，你赶紧给我滚吧。看看你那个样，我们呀干脆啊离婚算了。你啊快点走吧，就是我一天都不想跟你过了。你看看你那样，窝囊废，赶紧给我走走。爸，赶紧你又烦。爸，是烦人。爸，看看他那个样子，幸亏啊就走了，以后呀我们呀就不用再说那么多了。是啊，看他窝囊的，看见他都烦。终于把他给我赶走了，哎，这身体啊别提，哎呀多透亮。爸，你说这五郎走后你就开始偏淡，这我们家的钱呀、也都花的差不多了。爸，这怎么办呀？这五郎也走了，家里这也没钱了。这五郎凑了五年都没有来看我们。爸，这我们怎么办呀？爸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说的我什么也听不懂呀。不行，我得给五郎打个电话。手机怎么打不开了？哎，开了。喂，怎么了？你在哪儿啊？你有什么事就说吧。你能不能回来一下？我爸生病了，我现在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找你了。那好吧。行，这也不知道五郎会不会回来。爸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呀去给你倒杯水，一会儿啊看看五郎来不来吧。嗯嗯，好了爸，你也别说了。说的什么呀？这也看不懂也听不懂的。都五年了，也不知道小米给我打电话这有什么事。哎，算了，这好歹夫妻一场，我还是去看看。你别晃了。小米，你啥了？你这叫我来干什么呢？这爸偏瘫了，我这五年家里的钱该花的差不多了，这自从你走后爸就开始偏瘫，我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，只能找你了。五郎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，我跟爸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小米，你放心，这怎么说咱们也夫妻一场，这一日夫妻百日恩，这不管怎么样啊我都会帮你的。这次我过来啊来到匆忙，也没什么准备。这个卡里面啊有50万，你拿着给爸看病吧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，也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们，这省得以后我妻子知道了不开心。来拿着吧。五郎，谢谢你，真没想到你都结婚了。当初我真的不该那么对你，五郎，对不起，我当初也怪我自己。
别说了，小米，这爸都这样了，你拿着这个钱赶紧给爸看病吧。这我公司也忙，我先走了，这以前的事啊也翻篇了。爸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看你了。这以后你们过成什么样也跟我没关系了。好了，不多说了，我先走了。走了。那你路上慢点。